世界末日，你来啊要安怎？免烦恼，无惊慌啊！以后交一个北加上的朋友，就好啊。要毁灭现有的人类社会，首先来破坏整个文明的指挥系统。不管是拄到丧尸来袭，还是温室坠落，大家当下的反应肯定是看电视、甲上网络。赶紧了解，即卖是啥物状况？若是这个时阵，所有的通讯手段拢失效，人类马上会陷入混乱，并自此灭亡。北加上就厉害，伊有自成一套的社交系统。只要出代志的，对对，但真好啊！世界末日来啊！They're all fucking dead! What the hell's he yapping about? Take a breath! 你甲找到领导人，开始了组织性的行动。因的头目由于缓缓之辈，瞬间做出判断。啥物？世界末日？安尼是忙一下，得得惊好啊！我家种啥物无啊？毒品上多啊！ Drugs. I sell hardcore drugs. 你输过了。哦，你讲啥物？说起也是王来，听无啊？佮讲一届啊！这种处变不惊的抗压能力，正是伫无人生存的上强本领。精神稳定之后，所来就先抬出去啊！一般人啊，会挡袂过丧尸攻势上大因，就是手头无武器啊！八甲将啥物无？乌青上多啦！生活伫台湾，大概拄着选举造势，公庙西经。就会听到一句，请你吃土豆啦！我这套人，平常时都无甲警察放在眼内啊。上次来啊，竟是可以光明正大，黑白开枪。Bash your skull unless you turn around and get your dumb ass out of here。无你，根本是为量身打造的生存环境。清理完上次了，所内就是抢夺物资，因此运输工具的重要性嘛大大提升。大家拢知影。想要开车，需要一项物件，迄就是车。真爱有车，才有办法开嘛。第一无人，想要上路，无靠驾照，全凭个性。满街丧尸，油门踩入去，就是弄会死。想说想想的，这毋就是北加上的理想吗？酒驾、飙车。破人做毒，这其实是为了日后战争进行训练。反正关无偌久，福哥就讲你哦，有够有可能得放人啊！弄到就是贪到啊！经过、路过啊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北加上的厉害之处，除了无情，就是色情。人情女友啊，拢是偏爱各种妹啊。作为撮合好，更花更加，不用脑子，只看奶子。哦，迄种亲手留大的感动啊！有甚多的公庙人士啊，拢唔敢放手啊！当然，在这文明社会，车路里会去违驾，违道人是罗马。哎呀，好笑哦！人拢发现还袂完全，你搁食落去。You're special。但第无的时阵，谁敢要插小黑？食药去，不只会使顾目睭，搁会使顾地位。为了对抗排山倒海的丧尸，人类是必须赶紧生育来增加兵力。但因为医疗资源不足，无法利用产前检查来拍掉有缺陷的胎儿。造成年过30查某人生出东西宝宝的几率大为增加，所以只好对年轻妹妹下手。兵女嘛进行行为法定的正义。What are you so afraid of？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非常时期。唔敢食萝莉，你就是人类叛徒，还处于三米三连续不救之刑。反正，听萝莉，笑萝莉，爱却无法做活人，就是无你世界救星。这一点，伫最后生还者也获得证明啊！伫北加上，因早就做够啊！真侪人有所谓无你终结。拢想着欺骗人性，自存无主来躲过大灾难，何必遐尼麻烦？只要交一个北加上朋友，倒会着过关啊！